我们都是为了少爷。雨欣，你不用哭了。我向浩泽再没有出息，也不会强迫一个女人的。 浩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是我自作多情，自讨没趣罢了。你放心，这门亲事就此取消。从今以后，咱们路归路，桥归桥，我再也不会夹在你跟大哥中间，碍你们的眼了。浩泽，我。 浩泽，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浩泽，怎么回事啊？雨欣怎么突然不嫁了？娘，搞错了，雨欣要嫁的不是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香浩泽，她要嫁的人是香家的大少爷。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？她平常跟你走那么近，怎么能看上浩宇不是你呢？这还用问啊？一定是大哥搞的鬼，不知道在背后跟雨欣说我多少坏话。 这个浩宇太过分了，怎么说你也是他亲弟弟，平常打压你就算了，连个女人都要跟亲弟弟争。哎，妹妹，姐姐，你那天跟雨欣到底是怎么讲的呀？哎呀，我就跟他说让他继续留在我们香家做媳妇儿，亲上加亲，我怎么能想到他看上的是浩宇，不是浩泽呢？我说你啊，这个事情做的不是一般的糊涂。这也不能全怪我娘啊。 正所谓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谁知道大哥跟自己的小姨子，哼！浩泽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知道你大哥心里只有你大嫂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打雨欣的主意呢？这个孩子，哎呀，姐姐，那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办啊？宾客都已经到了，等着喝喜酒呢。这浩泽脸上没面子就算了，香家的颜面往哪搁呀？ 我有什么办法？雨欣她死活不肯啊！难道这世界上只有苏雨欣一个女人啊？今天咱们这喜事还继续办，找个新娘来替补不就完了吗？替补？别在这儿说胡话了！现在上门提亲，人家姑娘脸往哪搁，能愿意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亮出咱们香家的金字招牌，还怕找不到一个替补新娘啊？前两天温裁缝过来跟我说。 别吹了，烦死了！下了吧，大少爷。 雨欣，不要伤心了。今天的事就算是过去了。浩泽他也是气急了，越想会越乱的，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等过些日子，姐夫给你找个好人家。不，我不嫁了。我苏雨欣这辈子都不会嫁任何人。
如果湘家肯收留我，我就继续留在湘家侍奉夫人；若是湘家不肯收留我，我就剪了头发，到月华庵当姑子去。让他等，我还给了他200大洋当聘礼呢。他等一等有什么的？啊！你可不许这么说，他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不是买来的丫头。你怎么当着下人的面作践人家呢？啊！他不过就是一个撑场面的替补。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把他给休了。你给我住口！哪有新郎洞房花烛夜说这种话呀？啊，只要是正式拜过堂、成过亲，就是你媳妇儿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对，我是不会说话，就你会说话。你要是会说话，今天我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那么大的丑吗？你们不是让我进去吗？啊，我进去，你让开，让开。二少爷，小爷我入洞房。嘘，不许偷看啊！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哎，这边香，嗯，这边香，嗯，这边更香，嗯，来，陪小爷我喝酒。哎，不给你。哎呀！南，快扶小爷起来！快啊！雨欣。让哥哥香一个，嗯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喜欢我大哥，但是你们都会后悔的，因为你姐姐她根本就没死。二少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又不是雨欣。我是温姨。温姨，什么温姨？啊？我是温裁缝家的女儿。你等，我想想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我花200大洋买来的替身。
哎，你看着我的嘴型了吗？呸！花儿给你，啊！小爷我先睡了，啊！娘，哎，哎，先去给大娘请安了吗？已经去过了。好，起来吧。谢谢娘。你昨晚没睡好啊，脸色不太好，眼睛也肿了。浩泽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他人呢？还在床上躺着呢。是。过来，我问你。这可怎么得了？新婚之夜没洞房，这可太不吉利了呀！孩子，娘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你可是咱们乡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娘肯定会为你做主的。谢谢娘。昨天晚上，浩泽一直在喊雨欣，雨欣，那个雨欣是谁呀？对不起娘，我不该多问。乖孩子，你也知道浩泽这孩子还年轻，成亲之前难免做一些糊涂事，以后会慢慢改的。已经把你娶进门了，你就别想太多，放心，娘会给你做主。你自己也大度一点，什么事别往心里去，将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放心吧，娘，我会好好对浩泽的，也会做一个好儿媳妇的。哎，好，这就好。雨宁，雨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少华，不要再住书房了，回来吧。这些天，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，总在猜，你是不是掉了被子，是不是又在熬夜调香。没有你在身边，我睡得也不踏实。回来吧，我们两个一起。少华，我真不知该怎么跟你说，我试过去爱你，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真的爱着你，可是……你觉得你真正爱的人是香浩宇，对吗？是的。自从我遇见他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对你和对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对你，我觉得我应该去爱你，可是对他，我……那是我连想都不用想的，就本能的爱着他。雨宁，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当然了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会不爱你？不，你已经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。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些只是我告诉你的事实，
不是你自己心里的感受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当然有区别。你并不是出自一个女人的本能爱着我，你只是相信你以前是爱我的，所以你觉得现在也应该爱我。少华，你说的话真奇怪。我觉得我应该爱你，和我爱你，这究竟有什么区别？你听不懂，正说明你还不是真的爱我，所以你不能区分这中间的差别。但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等你有一天真正懂得什么是爱的时候，你才会明白，你觉得你应该爱一个人，和你本能的去爱着一个人，这中间的差别是多么的可怕。好了，你现在想不明白也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。等你真的明白了，咱们再在一起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任何人都不能进来，尤其是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想知道为什么？那我就告诉你，这里有鬼。不仅有鬼，而且是个女鬼。和你长着一样的眼睛，一个专门勾引男人魂魄的女鬼。你要是去了，他会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让你的身体变成一具枯壳。你快站住！怕呀？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这蔷薇花架下也有个女鬼。现在怕了吧？放开我！现在怕不觉得晚了一点吗？放开我！我知道，早晚会这么一天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好奇吗？啊！现在我就带你去，让你看，让你看个够！放下！走，走。你怎么了？你吓着雨宁了？雨宁胆子小，他经不得吓。你半夜三更的跟他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救救我！过来，让我闻闻。你又喝醉了，
何坤，是，少爷和罪了，你怎么不看着点？少爷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啊。走吧，走开你！你走吧，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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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娘，孩子，没事了，孩子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娘，前段时间不是说过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又想起要说这个呢？ 浩宇啊，你难道觉得雨宁真的还活着？浩宇啊，你觉得雨欣怎么样啊？娘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雨欣是雨宁的亲妹妹，如果我娶了她，既对不起雨宁，更对不起浩泽，您这是陷我于不义呀。可是全府上下都知道。 雨欣喜欢你啊，我们过段时间再说吧。说不定哪天雨宁突然间回来呢。哎呀，浩宇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挺冷静的，为什么单单糊涂在这个事情上呢？雨宁要是活着，怎么可能两年多了都没有半点音讯呢？娘不要再说了，我不可能停妻再娶，更不可能娶雨欣的。 浩宇，娘今天把话搁在这儿，你要是再等等也可以，不娶雨欣也可以。可是，要等到满了三年，雨宁还没有回来，娘就一定要给你娶房媳妇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啊，你别敷衍我呀，这孩子，娘今天的话可是当真的。我从今天开始就叫管家给你物色人选，我告诉娘。 到时候这人是从湘家的大门口敲锣打鼓抬进来的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同意也得同意。娘，唉，我不能看着我湘家的长子为一个死人守着。娘，娘，少奶奶，少奶奶不好了，少爷送给少奶奶的那只香酸鸟死了。 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还给他们喂水来着，今天早上却给他们喂食，这只就已经这样了。咱们把它给埋了吧。埋在哪儿啊？这么没利的鸟，就埋在咱们府里最美的地方。何坤，是我叫他买的，怎么了？少奶奶，这蔷薇花啊，是少爷亲手为你种的，看得比性命还珍贵。万一彩霞笨手笨脚的把根给挖断了，少爷会怪罪我们的。彩霞，到那边挖去。 站住！我就是觉得这里好。彩霞，你小心些挖，不要伤了花根。是，贺管家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谁让你多嘴？贺坤，你一个管家，管好内外就行了，这点小事不用你亲自过问。还不快挖！是，少奶奶。 怎么了，少奶奶？有鬼！有鬼！啊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！夫人，兰儿来了。夫人。
你叫兰儿。回夫人的话，是的。看上去，人长得倒很周正，规矩也不错。好吧，带去给大少爷看看。是夫人，走。不知道浩宇这次会不会看上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我看这姑娘长得挺水灵的，说不定大少爷能看上呢。他要是能看上，我就放心了。管家上上下下领了十几个人来，没见他抬抬眼皮看人一眼。这大少爷是够痴情的，你说都快三年了，他怎么就放不下呀？玉宁这孩子，本来我是挺喜欢他的，我们湘家能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有他一半的功劳。哎，可他把浩宇迷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他的过错。夫人，少爷还年轻，以后机会多的是，这不，再有两个月就满三年了。就怕到了期限，他还是死心塌地。玉宁，刚才把你吓着了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何坤，少奶奶问你话呢，你还不说？少爷，何坤该死。那埋在蔷薇花架下的女尸，就是公家曾经的丫鬟彩虹。我和彩虹曾经背着少爷有了私情，三年后，彩虹有了身孕，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好怕有人发觉，我就在江湖上请了一个郎中，给她开了一副打胎药，没想到她喝了以后，竟然大出血死了，我只好把她埋在了蔷薇花下。我说呢，彩虹在三年前无缘无故失踪，原来都是你的所作所为。何坤自知罪孽深重，请少爷少奶奶发落。你走吧，我这里留不下你。少爷，请你看在何坤服侍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亏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敢做出这种勾当，居然还把彩虹埋在我为少奶奶种的蔷薇花下，你叫我怎么饶你啊？少爷少奶奶，你们就饶过何大哥这一回吧。少奶奶，求求你替何大哥求个情，少爷身边也就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何坤不敢跟少爷少奶奶撒谎，当时少爷一直想给何坤娶亲，何坤就找借口推辞，原因就是何坤觉得心里愧对于彩虹，所以一直不敢对别的女人动心。少奶奶，何大哥说的都是真话，彩虹的死真的是个意外。那下面埋的真的是彩虹？是的，少奶奶。何坤，看在你这些年为公家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我就不报官了，你走吧。少华，算了，你现在身边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这怎么行啊？好吧，既然少奶奶这么说了，我就饶你一回，还不赶紧谢谢少奶奶。好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奶奶。可是贺坤，你一定要把彩虹当你的妻子一样好好的安葬，再给他做七七49天的道场超度亡灵。至于他的爹娘，你也要好好的孝顺。是，何坤都记下了。好，玉宁，你刚才受了惊吓，赶快回去吧，剩下的事我来料理。彩霞在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行啊，何坤。少爷，幸亏你反应快，想出这个办法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应付他。不过何坤，你一定要记住，
眼下我们的计划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他对咱们有所怀疑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会照着少奶奶说的去做，绝不让他看出半点破绽。娘，管家怎么还隔三差五的往府里领女孩子？难道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？人家大少爷眼光高，谁也看不上。那一定是大少爷太痴情了，放不下大少奶奶。人呢，都死了快三年了，放不下也得放下。难不成这辈子再不娶了？只要是有人能像大少爷对待大少奶奶那样对待我，我死也心甘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绕着弯子埋怨浩泽对你不好。只要你自己肚子争点气，早点给湘家生个孙子，那么一来什么事还不都是由你说了算吗？啊，娘，您说的容易，我一个人生得出来吗？什么？是啊，到现在他还没给你圆房，这怎么行呢？我得说说他，什么事都能耽误，这事绝对不能耽误。娘，算了吧，他要是肯听您的，如今也不会落成这样。就算他今天答应了您，到最后吃苦的还不是我吗？如今我已经想开了，与其两个人相看生厌，彼此痛苦，倒不如不见。你呀，还是年轻，一点都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不管丈夫疼不疼你，始终是你丈夫。就算你拴不住他的人，你总得给他生个孩子，不然等你年纪大了，谁来给你端茶送水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娘一定给你做主。我送你到门口。管家大哥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我爹娘一直指望着能把我嫁进湘家，伺候大少爷，换点家用。如果大少爷不肯要我，我爹娘就拿不到钱，我的弟弟妹妹就快饿死了。那也没有办法。如果大少爷不同意，连夫人都没有办法。走走走，赶紧走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干什么呢？你们帮帮我吧！求求你了，快起！二少爷，二少爷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姑娘，这姑娘谁啊？啊，是夫人吩咐给大少爷做偏房，但是大少爷没看上人家。哦，哎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兰儿，二少爷。求您可怜可怜我吧，我要是就这么回去了，爹娘一定会打死我的。好，大少爷不收你，我收你，怎么样？谢谢二少爷，谢谢二少爷，哎，起来，谢谢。二少爷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不就是那个妾吗？他大少爷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，就是见了夫人，我也有话说呀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二少爷，你要不要先跟二夫人、二少奶奶商量商量？混账！我堂堂湘家二少爷，收个丫头还要跟谁商量啊？哟，湘家二少爷、二夫人、二少奶奶，你本事大了是吧？二夫人、二少奶奶，你干嘛来了？管家，把这姑娘先送回去。是，走吧，兰儿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娘，我是真搞不懂，为什么老大可以，我不可以啊？你自己要给自己留点脸面，那是你大哥不要的货色，你捡来算什么？你是给你大哥收破烂的吗？够了！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，我要是大娘生的，你们会瞧不起我吗？是，老大的身份是比我尊贵，谁让我娘的身份比不上老大的娘尊贵呢？你这个混账！你炕里筛不出米来，你赖簸箕！你看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！浩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娘说话？你走开！这府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别以为你二少奶奶身份有多尊贵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花200大洋买来的丫头。哼！
你这个好孩子，他这是因为娘打了他，拿你出气呢，别理他。娘，浩泽如果真的喜欢兰儿，你就让他收了他吧。太好了，我们相会的总利润跟湘家持平了，咱们公家在这百花岭总算又站住脚跟了。现在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，只要我们拿不到国色天香的秘方，早晚还会败给湘家。少华，我觉得雨宁调香的本事你也调教的差不多了，也是时候把他送回湘浩宇身边了。怎么，你还是舍不得吗？哎，没有娘，我是在想，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把雨宁送到湘家吧，我们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契机。只要你舍得，机会总是有的。在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能再犹豫了，这个女人留在你身边一天，我的心病就难除。你每天对着她，永远走不出过去。还是那句话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我们只有拿到了国色天香的秘方，咱们公家才能高枕无忧。娘，您就别说了，我都明白的。我真想不通，既然国色天香的秘方本是我苏家的，就算我失忆了，对照着这本老秘方，也应该一点点慢慢的回忆起来才对啊。你这一失忆啊，把过去的事情都给忘了，连我都给忘了，更何况这么一个秘方呢？都是向浩宇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，我真恨他。你放心，这个大仇迟早都会报的。少华，明天是我苏家被灭门三周年的忌日，我想你陪我去给我爹娘上坟，然后去我家的老宅子看看，行吗？嗯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去睡吧。少爷，你真的要把少奶奶送给向浩宇吗？不错，我正在找一个好时机。少爷，这件事还请你三思而后行吧。我看得出少奶奶对你用心很深。用心很深又如何？如今我已不再是我，面对她我根本不敢动心。少爷，那只是你的心病，只要少爷慢慢放宽了心怀，自然就会忘记过去的。少爷，你别再想着去报复向浩宇了，好好珍惜少奶奶。贺坤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到你能和少奶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你说的都是真话吗？你不想我把少奶奶送给湘浩宇，真的只是替我打算吗？少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贺坤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少奶奶这个人怎么样？贺坤觉得少奶奶是天底下最好最完美的女人。哼，最好最完美，是不是每个男人都禁不住她的诱惑呢？包括你贺坤。少爷，你怀疑我对少奶奶有不轨的企图啊？贺坤，昨天晚上少奶奶在花园里赏月，那个躲在假山背后偷偷看少奶奶看得发呆的人是谁？少爷，少爷，我说你就实话实说吧。少爷，我不会怪你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你误会了，老爷在世的时候嘱咐过我，终生都要以少爷为天，一定要保护好少爷的安全。何况少奶奶那么好的女人，我有什么资格去喜欢她呢？
老关，你起来。如果连你都不相信的话，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还能相信谁。少爷，你还是要坚持把少奶奶送回江浩宇家吗？老实说吧，事到如今，我已经身不由己了。哎，小心啊，别掉下来！管家，管家！哎，大少爷，这个月的悬赏告示怎么还没有贴出去？啊，夫人特地吩咐了，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许贴寻找大少奶奶的悬赏告示了。啊，好了。谁让你把这块匾挂上去的？啊，这是我跟雨宁的荣耀，我要等他回来，跟他一起亲手挂上去。这匾是我让他们挂上去的。夫人，娘，您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浩宇，雨宁已经去世三年了，这块匾也该挂上去了。娘，浩宇，按理说呢，夫死从此，我们相家的事就应该由你这个长子来决定。可这件事情你得听娘的，雨宁已经去世三年了，我们说好的，如果三年以后雨宁还没有回来，你应该接受他已经去世的事实。你忘记了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娘已经把雨宁的牌位放到我们乡氏宗族的祠堂里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就算过去了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娘给你托媒人提亲了。如果你心里已经有相中的姑娘，你就跟娘说；如果还没有，这事儿娘帮你操办。